三哥讲几句话。我明明就很想讲话，你干嘛？沈三哥，假话，假话，假话。一代之用，吹各位吹得很辛苦。但是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寿星讲一下？就是那个哪个？那个何威健，我也是那个跟他那个走唱有一阵子这样，虽然后来都那个小招，然后那个从他那个就是很紧张，然后那个吉他背在这边的时候，一直到那个后来就是没有人，他都可以那个很就是很像前面有两万人在那个演唱，然后那个有希望就是之后就是你们可以在小巨蛋再来唱歌，然后我一定会来的，而且有酷啊！你说的，对，好来。